叫业障激活，他的妈妈跟他前世冤结很深，现在明白了吗？明白啊。啊，就是这样。怎么办呢？怎么办？念小房子。我们是要念经哈。我个人很辛苦，很痛苦。啊。啊，念经的时候头会痛。啊。我问你，你如果贷款的时候、还钱的时候，你辛苦不辛苦啊？你要不要还呢？要。要么就好好还了。但是我不会看华语嘞。你不懂讲华语，你讲广东话照样念经啊。没有，我不会看字。你不会看字，叫人家教你这个音，你就注上音标也可以啊。你就跟着慢慢的学就可以啦，记不记啊？啊，对。啊，你看你不会讲国语，你现在听都挺会听的，我觉得你很聪明的，啊，你好好的记住啦。你自己啊，我告诉你，台长顺便讲一讲你啊，你要注意啊，脾气不好啊。对呀、啊。脾气很不好，要改啊。啊、哦。明白了吗？明白。脾气不好，肝火旺，啊，你经常在家里要发脾气的，而且自己呢，肾脏也不好，腰不好啊，还有啊，年轻的时候妇科也不好。对呀、啊。哎，对呀、啊，哎呀。好啦。OK， 谢谢啊。需要多少张小房子？小房子叫他给儿子47张，47张这么一波波念，念十次就可以了。放生多少条鱼？3000。3000啊？哎。那你买那个鱼3000？你买那个鱼啊？你，我告诉你，台长看了看，你蛮有钱的，都藏起来了啊。没有啊！啊，哭穷哦！哎、啊，我告诉你，你好好放生，听得懂吗？啊，你再这样的话，你的钱会被你儿子全部用光的。你情愿把这些钱拿来放生，哦、你儿子的病就好了。谢谢。听得懂吗？对，我懂。好了。谢谢曹总。啊。